我看不行，为什么你不会？我不超级不会找角度的。再美一点，你已经没有眉眼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还好。再来。哎，你站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这不是给你拍的好吗？啊，这拍的。我在美。这样子，你拍的不是很好，希望这么。那我们两个好像大头毛啊。好不好？好。你刚刚还变个。对。那种是吗？那你发给我啊，我在上面打。你拍可能会好一点。你的角度会好一点。这太红了。哇，这个光。这也不行，这个光太红了。你再拍。诡异。嗯，自拍太难了。镜头边边会有点变形。 好，聊聊天。鬼哥拍笑声更是必不可少。鬼哥是怎么能抽这么久的呢？笑出鹅叫声，肺活量比较大，然后一会儿让他笑一个。鬼，什么姐姐都行，来，爱那姐姐。你看他那个笑声。 真的是，两姐妹连拿红包都要好好讨论一番。今天也有红包，对，今天有死的吗？应该有，你们可能明天才会拿到。我不是发红包，对。